庆是13天，它是9月4号到9月17号，他们不同的台和不同的营，他们有不同的那个线的任务吧。有些台它是走方阵的，还有些台它是那个，比如说它是表演各种节目的。总共是有4200余名新生，主要是通过摆出1949和2019以及祖国万岁等字样，还有就是通过歌唱我的祖国的方式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。其实这个主意呢是给孩子们他们自己想出来的，当他们我们排练出来之后让他们看的时候，他们都特别的激动，而且呢他们都感觉特别的这种惊叹吧，他们也为自己的这种表现所震撼吧。其实说实话，摆这个字和那个摆这个字样和数字难度真的特别大。几个女生在私底下跟我说，她怕影响整体队伍的成绩和表现效果，她觉得她踢不好，她就不想踢了。啊，我就一直鼓励她，最后人家一直坚持下来了。我说你们不坚持，你们这回选择放弃，那么军训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？是品质吧，也是他们军训的时候一种彰显吧。我觉得首先要传递的就是我们西北师大学子的这种精神风貌，其次呢也是借助这个活动也为我们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，最后呢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能够更加的繁荣昌盛，也祝愿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够早日实现。